哪里又找到了一个笑点，随时随地任何地方。你好夸张。我看到你我就觉得我要看我为什么嘉年华第六期播出，中午12点在芒果 TV 播出，晚上22点在湖南卫视播出。这一期是第三轮的下半场，会揭晓3首金曲。昨天晚上，相信大家看了超前营业，嘉宾之间聊天还是蛮有趣的。这期超前营业中，给了男队嘉宾较多镜头，也留下很多笑点。下半场的开场是由男队的周深和女队的王心凌合唱了一首《睫毛弯弯》。这是一首甜蜜浪漫的情歌，两位歌手的声音相得益彰，演绎出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。睫毛弯弯，眼睛眨了眨，好像我嘴边怎么会转弯，想你的微笑像是别弯弯，睫毛好浪漫，雪莉的脸脸蛋，你的舞蹈很难跳哎，是吗？你的舞蹈就看起来有啊，就是有你就跳跳就好，但是真的很疲惫。小心跳的，好了，不要跟我的跳舞。大家自己可以啊，是很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怀感动是最重要的， yeah. 重要于我的跳舞。Yeah. 王心凌与周深的演唱，给听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盛宴。既俏皮可爱又甜美无比，舞蹈部分的设计不仅为舞台增添了更多色彩，更是为整个演出注入了一份独特的魅力与活力。在还原歌曲本身极具代表性的舞蹈动作之外，周深建议在舞台融入应有元素，两人时而起舞，时而因 miss 而懊恼，仿佛游戏中的人物，生动十足。提起策划的本意，周深表示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波回忆杀。周深王心凌带来一波解读游戏版睫毛弯弯，对，就周深2024首歌唱跳舞台，让心底的在歌的感觉。大家有被回忆杀到吗？真的很开心，上台的那些很多想法其实是来自于深深的。哦，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深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是大家曾经的很多的青春回忆，然后去复刻一些游戏的动作。现在真的很流行，你去看那个短视频，有的时候你打开就会看到一群人在里面飘。对，而且就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秘诀其实是表情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你刚才那个动作，我以为是你跳错了一个动作，你不干了。哎，是这个意思，就这么设计的。对，那音游里就是会有 me、perfect 和 cool 和 comfortable。但我那个明显就是哎 me， 我换了一个就是。这首歌里面，有男歌的代表作，哎，但是不是男歌唱，哇，薇薇姐是那边的，薇薇姐没的份儿，没机会唱，那到底是哪三首歌呢？就请期待我们胡老师才会讲话，又会唱又会讲话，情商又高又智慧，他还要干什么？后要说一下，继2022现场人民日报主题跨年 MV 奔赴后，
周深再次献唱《人民日报》2024新年主题 MV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特别版。1月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官微带话题“周深演唱特别版《生活总该迎着光亮》”发文说，周深献唱2024新年主题 MV， 让我们迎着光亮出发，共赴星辰大海。值得一说的是，《人民日报》2022年跨年主题 MV《奔赴》和这次的新年主题 MV 特别版，都是歌曲《生活总该迎着阳光》的改编版，三版的演唱者均是周深，制作人均是王子赫瑞和周深。这也说明一首好的流传的歌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，甚至是不同的词曲进行展示和焕发新的光彩的。周深演唱的大部分歌曲都是这样的，这就不得不说周深第一次登上春晚和张也老师合唱的《灯火里的中国》，可以说是目前最红的红歌了。周深在国家大剧院演唱过，在音乐节大合唱过，又刚刚在央视跨年演唱了。就在前两天的央视跨年演唱时，在采访中周深被问，很多网友说《灯火里的中国》也算是90后的难忘今宵了，你怎么看？周深连忙抱拳说，我不敢，谢谢各位网友，你们撤回那些评论吧。肉眼可见的深深被吓到了。话说我们周深好不容易在工作中从 I 人变成 E 人，这么一整会不会又变回 I 人了？哈哈，不过说实话，小编也觉得《灯火里的中国》有成为难忘今宵的潜质，你们觉得呢？有点很年轻，但是我的内心的年龄，跟得上。对，所以呢，我就没什么问题。但是呢，在南哥，在冰冰旁边呢，我就觉得能够更加放轻松、更自在，因为比较听得懂。哦，在我们让你不自在了，我们让你不轻松了。快来问问永周易，平时跟我们嘻嘻哈哈的，原来都是装的。关了关了，嘛呢？真的是，你们认识那么多年，永周易一直是这样做人的吗？好了好了，我认知好了，七哥，不要说话，好好休息啊。下面喊出了小夏姐，喊出我们舞台上最美的女生容祖儿，这个可以统一打，只有一个女生，和最帅气的男生炸，你说炸炸炸，你们在开地点是吗？怎么？我说炸，你说炸炸，这个才反应过来是吧？左儿姐反应，左儿姐的笑点很奇怪。那我说炸，你也说炸，是吗？你干嘛了？你干嘛了？啥了？因为他睫毛弯弯是这样。睫毛弯弯。对呀。你学的舞吗？哇！这是干嘛？动作就是这个啊。真的。